海底在拍什么，对不对？海底在拍什么？哎、啊，谢谢谁？姐姐。哦，你记得耶。啊，你有没有记得？是谁？谢谢日语姐姐。哦，好。那有不是日语姐姐？哦，这里这个有翅膀的，你看这个鱼有翅膀。嗯。这是飞鱼。飞鱼。飞鱼。像小鸟一样。啊，会对，像小鸟一样，嗯、这个长长的。飞鱼。这是秋刀鱼。秋刀鱼。中秋。嗯，啊，这个躺在地板上的什么鱼？睡觉鱼，睡觉鱼是吧？这是蝶鱼，蝶鱼，对，这个还有翅膀。睡觉鱼是不是？这也有翅啊？这个也躺在地上，上眼睛向上面是什么鱼？睡觉鱼。耶、yeah, ，不是，是比目鱼。比目鱼。睡觉鱼。哦，这个很漂亮的鱼，蓝色跟黄色还有白色的这个叫什么鱼？睡觉鱼。这个是丝鱼。丝鱼。思雨姐姐哦，不是不是，是知雨姐姐，不是思雨姐姐，好吗？但是很像知思雨姐姐，是不是？鲨鱼。哎呦，你手在哪里？手放在这里哦。这是什么？鲨鱼。鲨鱼啊、哦，鲨鱼哦。啊，你们不摸一下鲨鱼的头吗？嗯。我想摸它的尾巴。啊、好，摸了。啊，弟弟要摸它哪里？摸嘴巴好了，好不好？我、哦、会吗？会。那你摸哪里？我要摸它。我摸它的头头啊。可是，嗯，好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小草鱼。还有嘞。螃蟹。嗯，还有嘞。还有龙虾。龙虾，嗯，还有嘞。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个你不知道。嗯。啊，这个是巨巨蟹，对，没错，我早就答对了。然后这个是啊，还有这个水母，海马，海马，灯笼鱼，安康鱼，嗯，这个是海参鱼，安康鱼。这个是蝴蝶鱼，看看鱼，蝴蝶鱼有翅膀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什么鱼？小鸟鱼。是飞鱼。这个是什么鱼？啊，那小鸟鱼。是飞鱼啊。这个也算是河豚的一种。哦，河豚。这个、河豚。好大的河豚，它为什么这样讲话？嗯。红金眼雕，它好可爱哦！金眼雕，喂，还有一个吧？没有了。啊，这里有什么？哎，小心手不要那样，等一下会破掉。这是章鱼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懂，外星鱼。哪有外星鱼？是乌贼。乌贼鱼。哦，这个是什么鱼？还有哎，弟弟还没讲完，不可以翻。是什么鱼？啊，这什么鱼？白带鱼啊。啊，这个嘞？那个叫做金黄秃头龙鱼。刚那个是红色的。还没啦。还没啦。这是煎鱼。这个嘞？白带鱼。白带鱼。虾、这、虾、个。龙头鱼好了啦，就叫它龙。哎龙头鱼好了，长颈鹿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睡觉了。还有一团呢。哦，还有是不是？这个为什么这么多还在？哦、这是马鞭鱼。马鞭鱼。这个是。海马鱼。枪棘鱼。枪棘鱼。红鱼，好翻页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翻车鱼忘记了。翻车鱼。那这个呢？海豚。那这个呢？嘴巴尖尖的是什么？咕咕鱼。旗鱼。旗鱼。好，翻过来。啊，这个有尾巴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鲨鱼。鲨鱼。好。鲨鱼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他们在排队拉什么？海龟。对，他们在排队拉什么？好，
过来，这边啊，好，放这边。他们在排队拉什么？大水母，对不对？对。又是大水母。嗯。又是大水母。好，大家谢谢。没有了。嗯，好玩。我睡觉了。